当你知道他有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告诉我自己说要去帮他辩论？出发点在哪里？他已经有罪了，那还要辩论？有罪罪有轻重，法条的法定刑还是有一定的。哦，就是检察官通常会判重一点，就是申请重一点，希望法官判重一点。那你们就要跟法官讲，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他胡烂的，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讲，我觉得就算他今天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也有受到法律上来，也有人权，有一个公平的受审的一个权利。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情绪进去，就是觉得。对方被害人很可怜，像这样案子，我宁愿不要接。对，就是我觉得会让我讲话不能大声的时候，我就不接。当你知道他有罪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告诉我自己说要去帮他辩论？出发点在哪里？他已经有罪了，那还要辩论？有罪罪有轻重，法条的法定刑还是有一定的。哦，就是检察官通常会判重一点，就是申请重一点，希望法官判重一点。那你们就要跟法官讲，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讲他胡烂的，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讲，我觉得就算他今天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也有受到法律上来，也有人权，有一个公平的受审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保障也在于是说，在这个诉讼程序里面，他是受到一个合法的一个对待，对，所以这基本人权的保障。那至于最终他的罪行是应该判得多重啊，其实这不是我们律师的事情，而是由法官来依照所调查证据的结果所做的判决。可是，难道你们一向都那么清楚啊？觉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情绪进去，就是。觉得对方被害人很可怜，像这样案子我宁愿不要接。对，就是我觉得会让我讲话不能大声的时候，我就不接。嗯，好，比如像我有时候像过去我几乎是比较少接在婚姻事件里面男生的案件，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立场上面我是比较维护女性的，所以你要说这个男生，律师有个性格叫 question。就对任何事情你都会去质疑，对对，那因为我们办很多妇女案件，就觉得这个男生讲话是不是你自己有外遇啊？是不是？当我开始自己有这样念头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要接这个案子，因为表示你不信任这个人。嗯，我可以做这样的筛选。像我之前办过一个烟毒案件，贩毒的，我记得他一审被判7年。但是按在证据上确实是有瑕疵，是因为警察局去他家搜，没有搜到任何毒品，验他的尿也没有那个毒品的反应。可是有三个证人指称说，我都是跟你买的，所以他一审被判了7年。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不够证据的，只有这些人证都没有扣到任何东西，所以我接了这个案子。那后来二审他是无罪的，可是让我自己感觉，我就觉得我感觉啦，这个人还是跟我坚称说他是没有卖的，不是他卖给他们的。但是自己在后面一直打官司之后，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打完那个案子之后，烟毒贩我就不接了。那你不能这样啊！我就不接了。那你接到最后都永远不接了，最后只接那个。不会啊，我现在还是很多案子可以接。不是我意思，你看你现在烟毒贩不接了，强奸犯不接了。对啊对啊。那接下来要强奸犯我可以接被害人哦。像你们在打官司的时候，真的会像电影里面？双方这样吵起来吗？现在会，应该是。以前其实整个诉讼程序重视的是状子，就是每个人法官是这样，你去法院看门口贴的那个停期表，大概是每隔5分钟甚至10分钟就开一个庭，对，对不对？每隔5分钟，你看他今天这么忙，开个庭啊，对啊，然后。开庭有个讨厌的，比如说他跟你说2:30，你可能要4:30走去2:30，我哪里去开过啊？就是直接开进去，你干什么的？你跟我约2:30吗？你怎么样啊？自己迟了，对不对？你不能这样，我跟你讲，你们法官不可以这样，你们法官太棒了。你们现在有遇过这种乡巴佬吗？直接冲到法院，常常嘛，因为他是一个东西，就是你到那边还要先跟法警讲说啊，就跟你讲几庭嘛，那几庭你要找到那个庭里面的一个人去报到，那到门口都是做那种，都是那种。很多都坐在那样啊，狠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哎，我赶快进去好了，一开门干什么了？然后就会有一个因为认识嘛，原来好，你是来报道的，你第一次来，我没有来过啊。那你在旁边坐，哇，那段时间最痛苦，旁边经过的都是那种狠的，哇塞，不要看，不要抬头。哎，你不是怕得行，不行不行。有人会当庭跟法官呛起来。会啊，很多人都有被告这样子，那种应该就那不是完了，那个白目啊。他大概就有的，当然是比较分两个啦。民事庭跟法官呛的人很多，民事庭因为不会被关啊，不会被关嘛。我只是要据理力争，我如果讲不大声，法官你可能已经睡着。就像我刚刚讲，5分钟到10分钟，法官是问你说。状子上都有写了，好，都有写，那就好。下次停期什么时候？或者你有什么要补充的？你是很短时间，可是就像陀中康讲的，可能他去已经2个小时了，我等了2个小时，我脑中已经背了一篇稿子要念出来，结果法官就不让我讲，
他就会觉得很郁闷，他就他应该讲出来，他要让法官了解这个案子是怎么样。那甚至可能当事人讲的东西其实是法院不要的东西，你在抒发情绪了。不是，我跟你讲，我早上起来我肚子很痛，然后我拉肚子，然后我再来，你知道吗？然后他那样骂我，我当然会生气啊。所以他不需要知道这个。对，他可能法官不要的是这些东西，但法官说你不要再说，他就觉得你叫我来又不让我讲话，对，那就会杠起来了。其实我们律师有时候也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那法官就会请法警帮我们看到。对，保护安全，让从容的离开。律师先走，我顶住。什么？那个是什么犯罪啊？其实真的有些被告就有些对照是很不理性的。我还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女孩子，也是一个性侵害的案件，我跟女孩子先离开了，然后这个男孩子我们没有预期到他会来威胁我们，他就跟着我们后面走，说最近车子好多，就一直尾随，一直跟着你，然后跟你讲最近车子好多，你们要小心。哎呀，其实你就会有压力，就是威胁，威胁啊，就是恐吓。他没有，他是笑笑的告诉你哦，然后你就跟警察讲说，譬如说我就跟你讲，他恐吓我，他说最近车子很，他说没有，我是好心提醒他们走在马路上很危险的。对，其实你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通常像这样的案件，你预期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法官讲，就是说让你们先离开，然后5分钟之后或10分钟之后再放这个人离开，都 OK 的。